是在地新闻继续来看，婚姻观福建青年协进会在当时的基点提供到职业训练的课程，让学员未来会当有就业的机会。也不过这个场所无冷气，当地代表特别来媒合到善心的业者来寄付冷气，让学员在上课的时阵更加舒适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乃鱼，要交给大家两个任务。第一个，华视新闻的脸书专页，你按赞了吗？还有华视新闻的 YouTube 频道，赶紧订阅起来，还要记得按赞，开启小铃铛哦。